好耐以前，瑞士有个狂乱高山嘅和尚，隐居山头发明理想嘅朱古力。佢对住杏仁、蜜糖同朱古力，唉，唔知整咩形状好咧。突然间，佢见到尖不甩嘅高山，啊，就系佢最爱嘅三角形。瑞士三角朱古力，朱古力嘅三角恋爱。诶，听稿冇博稿。